以你这个年纪可以诠释这样，已经我觉得非常的好。而且最后金鸭，我得想你那个地方的金鸭，我本来以为你会换个气再继续唱，那个气真的是很够，很不错。其实唱得蛮好的，就是很多细节，相对于两位哥哥，他们是很粗犷、很放，那你就很多很多细节在里头。我觉得，以你这个年纪可以诠释这样，已经我觉得非常的好。而且最后金鸭，我得想你那个地方的金鸭，我本来以为你会换个气再继续唱，后来发现没有哎。那个气真的是很够，很不错，而且你今天的状态整个很好，希望你可以今天五官都是维持这样的状态就很棒。